孙将军才行，但急不急，只是帮了大忙。 废物！我退下！华雄在此，谁也别想过去！
吃吧，吃痛。为之奋起，奋起。没误，吕布撤退了，一举攻入洛阳。在洛阳放出妖魔之后，便向梅雾撤退了。都城竟毁于一旦，曹操军会自行追击董卓，告辞。
孙坚也尚有要事在身，请恕先行告退。备用一言，还请将军对京师百姓施以援手。小女也同样恳请将军，如今能仰赖之人还有。若是您的话，